来过个后花园。哎，这个就是后花园。哦，以前啊，大户人家的女仔，大户人家的女仔呀，就是后花园啊，行过来，行过去呀。好了好了行过来行过去，好得意好凉爽，好得意好凉爽。反动真的吗？没钱没办法，有钱真的要好好享受，因为人生就一百年，真正到一百二十岁的人不多，在一百年之内要被没有吃过的奶奶尝，没有穿过的奶奶穿，没有用过的没有用过，啊，这个才叫人生。对呀，房间这么多房，房在那边，那一间是他的，这里是后花园，住的地方就在这个共产党办公室，啊，里面那个房要搬到国外去，就留下去住。那么这家人家的大户人家的大太太啊，你们拍好照片可以到这边去了。你们看古装戏，这就是有钱人家家里发生的事情，他们的喜悦，对，他们的喜乐、冤恩怨啊，都发生在这个大房子。因为一个老爷只有一个，太太有三个，为什么要娶两个太太呢？一个太太一年只能生一个孩子啊，万一她生不到儿子，那么有钱人家会开米店、布店、开工厂做生意，那么万贯家财呀。那么一个太太生不了这么多孩子，那么大太太没有生到儿子就要娶二太太啊，如果两个太太都没有生到儿子就要娶三太太啊，这个没办法，中国人嘛，就是啊，一定要生孩子。那么这家人家的大太太是最有地位的，啊，你们拍好照片就过来啊，先拍好，谢谢我。